7-765109，你看好像是2到3个快递，取了3件，我这拉着小车来的，搬不动啊。这不是我的快递啊，这是那个我们邻居，也都是我的粉丝，看我视频呢分享的好物，自己不会下单，然后就告诉我让我带给他们下单，然后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我们就定在前边那个居委会门口。李姨，嗯，这是金刚砂，这个是啊，10块啊，这是那油污净，一箱是5瓶儿，您回来给那个田嫂子啊，嗯，这是2份啊，一份呢是39.8，嗯，啊，对，您呢给我2份合起来是80块钱，我找您4毛钱，对吧？这是4毛钱，我都准备好了啊。行，这给我就行了，不点了，行，没问题啊。一会儿我帮您装上啊。嗯，李姨给您装好了，您拽的时候别摔倒了啊，注意安全啊。那个就是破壁机用着挺好吧？破壁机呵，破壁机也不错。那小那个嘛，小白锅也不错。小白锅也不错哈啊。麦饭石锅我也买了。又买个麦饭石锅是吧？咱这买麦饭石锅，嗯，3样。现在买东西太多了，是吧？哈，买不过来。行，以后您那个自己不会买的，您就说话啊。嗯，行，慢点走，您拽着他啊。要我给您送过去。不中不中，不麻烦你了。啊，行行行，这也算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忙吧。这李姨她住在我妈妈那个院儿，我在这边住，虽然都是一个小区，不在一个院儿里。嗯，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李姨啊，她已经70多岁了。就特别喜欢哈我的视频，每期都看，看到我分享的好物，那天就是在路上看到我了，就说，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分享的那个破壁机，还有那个小白锅，就是这款大宇的哈破壁机，我给他代买了，还有这款小白锅，也给他代买了。刚才他不是说了吗？哈，说那个特别好用，然后自己呢，不知道让谁给买的啊，又买了一个这个。不粘锅，说都特别喜欢，想买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个李姨哈非常会选，我觉得她选的这三种啊，真的啊，你厨房里有了这三种，你吃饭就不愁了。咱就说这个破壁机吧，你说早上起来打个粥啊，或是打个豆浆啊，哈，打个那个水果那个果蔬啊，都没问题，打出来都特别细腻，还没有渣子。我也分享过无数次了，而且这一款呢是那个升级版的，大家看看，这还有一个隔音罩哈，这个隔音罩呢哈，就是能够减少它的那个噪音哈，减低噪音，而且里边的这个刀，大家看一下，以前是6个的哈，现在升级版是8个刀头，所以打出来的那个豆浆啊什么的更细腻了哈，一点渣，而且还不糊底。特别特别好用的这么一个破壁机，而且它呢259的价格，性价比特别的高啊。还有这个小白锅啊，这个小白锅说实在的啊，我已经用了已经2年多了啊。你有这小白锅呢，你看破壁机打豆浆打粥，咱用这小白锅呢，你可以煮些粥喝，可以煮个挂面汤啊，煮个方便面呢，涮个小火锅啊，煎个鸡蛋都没问题啊，而且呢剩点饭腾点儿，然后盖上盖儿，哎，老两口买一个2升3升的就够用的啊，真是的啊，这个小白锅也特别特别的实用。要是买3升的哈，带个屉啊，带个屉的119块钱，这个也是物美价廉的。再有就是刚才李姨说自己又买了一个这个不粘锅，我不知道他是让谁给买的啊，但是他真的会选啊。你看咱们这个不粘锅了吗，早上起来老年人不愿意吃油大的哈，和点面，放个鸡蛋，加点小葱花，摊个小薄饼，一滴油都不放也不粘，出来以后特别的完整。咱们炒肉嘛哈，划开一点都不粘，也可以用它煎鱼，炖鱼都可以。这个不粘锅的这个粉丝价是258元，看都不贵哈。像李姨这种情况啊太多了哈，特别喜欢我分享的好物，可是就是不会下单，不知道橱窗在哪里，不知道这个链接在哪里，怎么付款都不知道。如果大家看到我视频中分享的好物，您呢哈就
哎，实在不会买的，就点开我的头像，头像旁边就有一个私信两个字儿，您在私信里跟我说，啊，我想买什么什么，我不会买，然后我会辅导您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